进宫之前是一股羊，进宫之后又是
爷姑爷，你千岁是故人，可不知进宫前后两个娘了吗？大胆，你不要命了？我的命早就不在我自己身上了，要我问，叫我死，都由你千岁细听正评。死？咱家不让你死，咱家要你见故人。见故人？杨雪君。千岁，你又变了。什么又变了？你千岁变得好像苦恋天下有情人来了。叫他与你相见，是叫他断了对你的一片痴心。好姑爷，但是要记此心不变。不过你现在这副相貌太漂亮了，他见了你恐怕断不了此心。你得扑相，扑得面目全非。来人！是皇上有旨，用杨雪君夫妻相为。皇上有旨，顺杨大人进宫。舍弃唐婚，丧了忙。家谱乃不，不堪。
为人勇也，仆人面相，此次丧尽天良之事，难道不是天大的灾厄吗？为人之道，君命是善，你这抗旨犯上，才是天大的灾厄。皇上叫你好死为之，就是叫你迷途自犯，珍惜人生。你这执迷不悟，大美奉将生对落地。他才恶走长心不尽，有死不空，有必亲，同君命，同杀机，要我长元府给人驸马府，是非是怎么样？讨姊妹本家是公金，方归故里立京城。这个，反正我就也是。哎，好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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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告辞。大功告成之时，警方发生意外，你要对他严加监视，他追到哪里，你他跟踪到哪里。风吹散，王夫与在烈火，难及三更梦。
杨柳青。